每颗星星在被发现前都在默默发光，我们和我们的梦想也一样。过去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在追寻，不断探索新的领域，在分秒细微之处直面挑战，突破自己，不断前进，迎接未来。当热爱发自真心，用坚持积蓄力量，为梦想倾注时间，总有一刻你会找到自己的光，以心为梦，与真同行。